两个争论不休的部分。那个佛教他就认为他把那个道教收入下来变成一个护法这样子，所以他认为他可以超越他，所以他都觉得他到每一个跟每一个宗教比较起来他都是超越。那可是一定要讲到他那个大而无外小而无内的东西的时候，其实他们想他们的那个最开始的无极老母就是这个概念。